天外天的人还敢出现在这里？你们忘记了曾经的约定了吗？无双城的卢玉宅，想不到你们也来了。当年，无论我们之间怎样争抢，黄金棺材绝不能落入此人之手。那黄金棺材之内的事物，原本就属于我天外天，想拦住我？世间武功分为九品。 九品之上有四大境界，分别是金刚三境、自在地境、逍遥天境，以及只有传说中的神游玄境。这白发仙武功已融入了逍遥天境，天外天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天外天究竟什么来历？天外天的名字你可能没听过，不过他们的另外一个名字你一定知道，魔教。 算吗？要不是他手下留情，刚才那一剑，咱们已经都是故人之后，看在你们师尊的面子上，我不会杀你们。如果再敢阻拦，可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。云霜。 无双城的无双剑侠，据说已经有百年无人能够使用它了。小鬼，报上名来。天下无双城，无双。雪月城出事之后，天下无双城就把天下二字去掉了吧？哼，迟早会加回来的。有趣。你想怎样？ 见高手不能失之交臂，自然是想向前辈讨教一下。狂妄！我可没时间跟你们耗。别跑！无双，回来！追！方才那白发仙说他还有同伴，我若是你，现在就去狩猎。